哎呀，咱俩这。我家地灵了，来，你给他看啥东西？咦，这恁地长得可不低啊，这大高个儿。瞅瞅。咱俩这给哪弄来着？开宾馆打扫卫生扫乱了。开宾馆打扫卫生扫乱了。俺弟弟开宾馆嘞。住宾馆的呗。哎，住宾馆嘞。打扫卫生扫乱了，这三个，还不等于扫乱三个啊？他不是一回扫了，他粘成一块了。我说领了来叫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假的、啊。他跟他哥说，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不是去了吗？啊，看来这是假货，你假货你是呗？嗯。你瞅看是不是真的？嗯，人家走了，退房了，他一打扫卫生，捡出来了。哦，打扫卫生捡了，看这是真的，你看。啊。牙都捏扁了，看。那你咋捏扁？这真的吗？那真假的捏也才知道啊！你看这一捏，你看。他在家里来，他捏不动。你看他整了一年，你这整来吗？整了，这整黄泥。我都啊，这是啊，因为家里。他以为家里怎么了？啊，那我去了。男的一般捡黄泥少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没有我领着来找你看看在家里吗？那戒指在那家里。我还把它再整了。咦，这都是整的吧？这戒指看着还像整的呀。我看着也不假，一看。要是家里都是捏不动，这整了一干一捏，给免掉啊，捏就软巴巴的。我看看这样子不像。咦，这个更亮了，这，咦，你这捡的中啊，这捡，这个都真的吗？这个你也捡住了，这个咱捏不动了，你也不拿出来鉴定了，捏不动哎，撇动了，咦，撇动了，看，厚，这个厚、哦，这个中了吧？看这个厚，不是撇不动，你看，看撇没撇？都叫来他不来、啊？你们可趁，我给你称称这三个啊，哦，叫来来不来？他说假的来了干啥？我看着不假。咦，这可不假、啊，帅哥，你咋这值多少钱不知道？我给你称称，咦，13个多。这现在黄金一颗400，一四三四，三四一千，咦，这5000多，咦，那可不得了，这打扫卫生这一接接，人家都没回去找弄，那没有，四点上了，人家找了你得换，他跟他找着了，才没有人给他拿走，咦，不来，我要来点面的嘛，住个宾馆打扫个卫生还能接弄黄金，你真喜气，不来，真的，人家是不是洗脸买的可。那有可能啊，是嘞，你退房走了，那是嘞，想不起来了，那你捡着了嘞，不来，都是真的，一个假的都没有，都是真的，真黄金，真黄金，价值5000多，我看了不像，哦，看着不像，那你不懂喽，男的一般都不懂，是的，嗯，你看这样捡着了，那是嘞，大哥，我待会儿来捡你，你得请我吃饭，这人你也不来，咦，真的，不来，几千块，你看，不来。